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已经卡过六届啊，伊拢无接电话，敢讲伊是超过歹接我电话？喂，给啊，这是地小姐的助理哦。你好啦，我是李明昌，请问哦，爱当是回来啊？好。啊，麻烦你，你也讲我打电话找伊啦，好。我有代志要交代啦，好。安尼，来。我刚才在讲电话呀。无啦。无。看你讲电话，讲安尼神神秘秘，看到我随七条，你是假假？有什么代志在问我还是？这是，啊，在阮阿遐教唆啦，在念我。叫我回去啦！啊，我听讲你的手机，四个电话都紧搁切掉啊。恁阿兄甲恁阿嫂，那是讲，这你讲我们真无闲，哪有可能安尼三不五时一直打电话来找你的啊？啊对。吴干出来。啊，凯莉小姐，我无怪，无怪我头头徛在麦这里，闻到一阵那哩足芳的白云芳的香气啊，我心肺拢开啊！你莫跟我讲生笑啊！我平常时用的香水尔。干嘛呢？敢是平常时，只要今日平常多呢，特别无感觉。莫跟我讲生笑。啊，大小姐。哎，找我有代志啦吼，我去来我的办公室，咱泡个茶，拉开讲，来请。多谢。老吴康大，我听讲最近敢若足欠刷少啊，我烦恼讲，唔知影影响到这工程的进度无？哎，这刷少无够，还是别人的烦恼。那对我那就烦恼啦，刷少绝对是无问题啦，啊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啊。嗯。咱讲实在，吴康大，那是无你到小天哦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那就要客气啦，咱两个合作过来是我的扛棒，我哪有可能会闹亏对不？那你是客气，不比我趁钱啊？你趁钱的定义是我趁钱，咱分得清楚是要创啥，对不？你这放心，三少的代志看你要偌济，我一车都袂甲你减哦。是啦，大小姐，虽然我今麦三少真欠啦，因为这是你的 case 吼，个人也别担心啦。哦，无但今麦是你咧挂保证，还是我咧挂保证？当然嘛是吴刚在你挂保险，我上放心啊。哎，两公斤的这么房地产哦，要开始呢，价钱哦飙啊悬的呢。啊，真侪个工地吼拢已经开工啊，那沙石啊比较就较欠，也不过做你放心。那我这方面哦，沙石绝对是无问题。你要挂做我一定叫你个搞，好。哎，多谢吴刚大。吴刚大。哎。都要听你安尼讲哦，我真正也唔知要来感谢你。讲实在，你对我实在有够好诶。哎呀，免客气啊！吼，既然已经合作啊，客气这袂创啥。无安尼啦，咱就好好来饮两杯啊！你陪我来酒店，咱来庆祝咱赚大钱，安尼好无？这有啥物好庆祝诶啦？我再讲，特别拢去酒店，安尼敢袂伤透济啊？我是找一个理由，我你陪陪我饮两杯啊！啊，你都无去，我也是想。海啊！海啊！海啊！爸，有人去做了袂啊啦，个人去头乌刷椒，叫贼头转掉啊！这不是你放心吗？对，我刚才哦，那刷椒车哦是空的呢，那贼头哦抓无进去啦，都把咱兄弟啊拢放出来啊！什么好家仔？你刚才安尼一顶就是用做记号呢？交代你一定要好好办，小可代志办袂好势，等你即摆就咧处理什么代志啦？啊！
大啊，一定有人去做了白啊啦，那无伊哪会知啊？咱当时要去学。明娇啊，我下骹手人拢交代你来带，你家己讲，最近有感觉像安尼表现了怪怪，嗯？无可能啊，应该无可能去别个啊。哼，无可能，迄、那个所在只有咱知影咧。迄贼头哪会知啊？啊，去明章啊，一定有来猜的啊。明章啊，你头拄仔讲你的阿兄甲你阿嫂打电话给你，嗯？电话几番？手机摕来我看卖。摕来啊！安怎？大阿叫你摕手机出来，迄只滴滴嘟嘟，你咧惊啥？是毋是做贼心虚啊？大，你怀疑我？无唔对，我就是咧怀疑。我着感觉一件奇怪，是安尼恁规家口的人拢好讲你离开我，你偏偏要留在我的身躯边，无敢讲你真正对我遐尼死忠。大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伊对你哦是有目的的。伊就是要取得你完全信任了，还是不鸟车我？你嘛别讲哦，我无可能要去躲。阿多啊，我看到你安尼神神秘秘在咪咧讲电话，到底甲谁个讲电话？手机啊摕来我看麦，是安怎？甲我看，你咧问我啥？嗯。哎呀，哎，大汉，明天我手机。手机的电话，今年拢靠 Kelly 啊，弄穿你的电话号码，啊，不单你是。无啦，吴刚大诶，我看你假是细汉，我著歹势开嘴，其实我早想要甲你讲啊。早就想要甲我讲，明秋的高斯呢，拢敲电话咧唬你啊。是啊，伊敲电话是咧甲我讲欠刷酒诶代志，啊，就一直甲我回失咧。我伫个电话中嘛讲无要紧啊，这代志有往大你会处理。也毋过伊就足够勒索的，一直敲电话来甲我回失嘞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可能有影真正欠刷酒啊，啊伊无法度追住，我给你们再轻轻走一撮。吴刚大，平常做代志就是安尼啦，若无处理好势，伊就袂放心。无大你是咧袂放心，是啊，你是咧惊啥啊？算不知今日讲伊两公，直接甲我讲欠刷酒的代志啊！有人同恁讲实在话啦，明昌这個人哦，伊都无亲像咧做兄弟，迄讲话实在有够客气，嘛有够好咧，而且上重要，伊足尊重你的，实在有够高。你即卖是安怎？是牛啊过门哦，惊东惊西惊这惊彼，伊安尼甲客气讲咧刷酒无搞是咧甲我闹鬼，你知无啊？好啦，啊，即马代志恁了解后，可以你用找你放心，这刷酒的代志我一定会叫恁甲搞吼，恁免烦恼。咱是毋是会使恁好好的甲庆祝一下哈？好啊，迄哪有啥物问题？是讲咱拄则讲要去庆祝刷酒的代志，无安尼无，去酒店好啊，恁一杯。你只会愿意甲我去酒店？我本来就想要含你去啊，我是讲每一届拢互你出钱，我歹势。大些的拍摄下啦，来这边和平枪枪哦。哎，刘文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姐早等进来进来。哎，太太，姐早等啦。啊，哥我吼，啊，小等我买菜市啊啦，你讲我想要吃啥哈？啊，你别讲别讲，我拢知影。嘿，我暗时哦煮好，我等你回来哦。下班咧做伙食暗顿哈。啊，搁有哦，啊，你咧煮糊哦，我已经吼来洗好嘛，我托啊哈。啊，小奶早起。妈，嗯，这代志拢我家己做就好啊，你唔免遐尼无闲。做伙来食早顿啊，免来你食啦，我拄只应付食诶。哈，嗯。
阿妈，阿你本来只住喺替我看厝内，阿哥来替我照顾弟弟，你敢袂感觉足辛苦的？袂啦，知影吼，我平常时吼，我都进前吼救着迄间厝内面哦，足无聊的呢。到我即摆吼来伫迄只，阿你去上班啊，我日日靠代志哦，我捡起来做，哎，我当作运动啊，会当吼捡回咧。你袂甲我客气啦？真不是客气。 你是我的时段呢，啊，应该是我来红台，你才对啊。结果说，莫讲红台哈，莫讲红台，嘿，我来讲啦吼。啊，拄则我就讲过啊，就咧迄间厝吼，真正吼冷叽叽的，吼，就足无啥物温暖的。啊，自从吼搬来你家了后吼，哦，我逐工吼生活拢无目标呢，吼，啊，会当甲你款食的啊，啊，顾弟弟啊。 啊！以前吼心情吼拢足郁卒啊，即摆逐工吼会当甲恁做伴吼，我逐工拢笑嗨嗨，心情嘛拢 spring young 嘅。嗯，我弟弟差不多要零五零安尼，我来拍。别，你过咧困咧啦，等伊起来我再泡互恁啦哈。嗯，姐姐，嗯，进前哦，我一个人咧带弟弟的时阵。 像这个时阵啊，拢一定爱家送去保姆遐，啊才赶紧上班，根本就无时间食早顿。今麦已经轻轻松松，坐一只面羹，拢是分买好去，多谢你。囡仔嘞，哎呦，咱家己人啊，搁夜到咧吃来吃去哦。啊，食饭呢？啊，去上班啦哈。好，来，你个字符啊，你个字嘿。小妈，我先来上班哦，啊，你个记得出来，较细点呢。 我会啦，哈，拜拜哈。宝林，这摆是安怎？拖住人，也敢当来偷救兵啊？是恁这阵，真正是白了面，出去。 大爷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今日去刷刷。就是代志处理了袂好势，搁点伫遐甲我牵拖啊！你来了拄仔好，我代志要找你。什么代志啊？哎，要甲你学咯。你即摆做了真好啦，虽然现场无叫贼头甲你脏掉。 也毋过，总算哦，乌龟仔食到惊啊！伊哦，伊就袂甲遮尔啊猖笑啊！大，若佫有种消息哦，我会随时哦向大伯讲。是讲，你敢拢无怀疑？无啊，我一直拢做细你个啦。伊颠倒是怀疑你面上是尿白啊，即马已经对伊真感冒啊。 佫加上哦，这病发生的代志，我看伊无死，嘛还拖一下皮啊。这个唔正经，处处你佮作对。我看伊即摆真正是去踢了铁板。嗯，对啦，大，你拄仔讲甚物代志处理了无好势啊？敢有需要我斗相共啊？哦，免啦。 这甲吴刚的有关系，你出面袂方便。哦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要着叫小高去讨笑，去拄着吴刚迄个囡仔起冲突，叫人修理一个做工活。我看我即摆呢，无甲吴刚拼一个输赢，煞袂用得咯。对。 要甲吴刚拼一下输赢，煞无用起咯。大，啊你是真要甲人吃饼？若真正拖起来，咱一卡无咧赢面。连我所当合作的代志，伊都要跳出来停起哩。卡主管若继续安尼落去，我这条路真正就爱叫人等起啊。大，吴刚哦，确实无甲你哦，肯定敢来。 但唔过即到开，你少忍者啦。我是要忍到什么时阵？等下去饮到我的鼻腔。
我都袂喘气安尼。嗯，大爱，你莫这么生气啦。你个硬端个，你是无下面的。安尼，咱是想爸爸，还抱着你要吃晚餐，啊？敢讲你敢无较好个见机呢？哼，大爱啊，有讲个就靠势于人济啊。尤其啊，已经看中迄个李明昌。咱平常先讲啦，李明昌叫是也好，我真牛啦。不然咱趁钱嘛，吴刚啊开始对伊有怀疑，咱哦就找看有啥物空拍，甲特地哦硬蛋上。哼，煞来，我着暗中买手吴刚的脚手啦。到时阵大，你免亲身动手呢，吴刚就主动爱投降。哦，水库，李青啊，我无看唔到啦。你的头脑呢，真正是一奇的啊！大，是你无气象啦。春青啊，这摆真正来考你啊！你来好好啊想一下空房，把这个冰箱呢，该送上山头啊！对，你放心，这代志交代给我。跟你讲真的哦，我感觉这老邓对你是怎样，看我做不甘的，有需要我给处理一下。嗯，拜托，别再讲到伊好不？好，莫讲莫讲，但也毋过我讲咧，讲上尾一遍就好。你归老邓咧，来我身躯边，我有够用个胸腔，永远拢互你靠，哈。莫甲我讲生笑啊啦！哎，我无咧讲生笑呢，我讲的是真的呢。凯莉啊，这感情的代志，咱会使慢慢来培养啊，对不？哦，是讲我想无呢？你是安怎一定都要踮咧老邓的身躯边啊？到底是为着什么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保唔着伊真有钱，要唔过伊对你唔是真信任的，啊，一直甲伊提防。就算看伊当面身躯边，你要 A， 嘛 A 要大把，对无？嗯，是啦，这我知影。我也无离开，嘛是咧等候一个时机啊。那着等什么时机啦？你若真正要离开，随时嘛听我离开。放心，你若真正要离开，我绝对徛到你前，我绝对替你站下。妈，嗯，多谢你。欸哎，是不能讲真的哦。这老邓的哦，我来看伊是一个老狐狸哦。这人袂信任的，因为我袂使怪伊啦。这社会就是安尼啦，阮这代嘛是同款。那个耳光听到，亲目睭看到的吼，最后呢，出卖你的，拢是上信任的啦。吴刚头，听你讲的意思，你是不是搁咧怀疑明昌？明昌哦，明昌啊，我知影讲哦，以前捌安尼救过你啦吼。哎，咱卖不讲明昌的代志，讲咧，我会吃醋咧，嗯。哎呦，你不拜托的，吃什么醋？我是感觉明昌这个人袂歹，还佮我斗相共亲戚，而且伊对你嘛真始终啊。佮再讲，若不是因为伊。咱即马嘛无可能是好朋友，坐在饮酒啊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讲你有影。我敬你。来。变魔术靠前头，卖对咱牛讲大个啦。是安尼啦，博得大个。伊哦，我拢靠这哦，甲大个摕所位。安尼哦，啊规矩哦，你要继续变，搁甲大个摕所位。冲个，冲个，博得。大个。哦，大个哦，含凯你去啉酒啦。啊，你找大个讲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无哦。
你要去倒？搁要去做料白啊？你是料白讲啥？嗯，我是要黑白讲，你心内想清楚。煞毋知影，你即马当要漂白，想要做好人？哼！我是要漂啥白啊？这是要好人嘛？啊？我想要定亲哦。天仔见面哦，甲大有关系。伊可是你的亲戚，伊伫口腔里离开，你煞毋骗。你莫当作我毋知影，你心内咧想啥？我心内是咧想啥？想要检举大爱违法的证据。哼，当初天仔见面就是用这招去甲警方自首的啦。你莫甘为无天哦！哼，见面遐些代志，跟我这个关系都拢无。而且啊，我无可能做对不起大爱代志啦。免讲啊，这么好听。你若要讲，你讲给大爱听，看大爱要相信无？要唔过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莫叫我张着，那无，我让你死甲真歹看。你，我安怎？恁敢搁要相信伊？大爱对伊无信任无？以后伊若讲的话，你上好是莫听较好啦。哼，原来你是要趁这个机会，想要抢我的位啊？嗯？我是要抢你什么位？我对大爷足死忠的啦，我一定要把你这尿白啊尿出来啦！你搞点咪？声声句讲我是尿白啊，见鬼嘞！安怎？你是要创啊？老大，你给我看看麦啊！我知影，你想要给我赶出去。你若看在少年啊，是会当给你带着。我唔对啦！你哦，实在太袂目个。我比你较早对大爱呢，你拢无给我尊重者。你放心啦，我无可能不走。而且总有一天，我会证明家己是清白。好啊，安尼上好。你两摆话了着，剁你后脚筋。笨死！袂好啊，讲啦。哦哦哦哦哦！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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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是的，拢变伤害啦。我到底是咧创啥？啊，变创是干怎？哦，我着问伊啊，顶边咧刷石啊，出包的代志啦。我一听到伊都无欢喜咧，安着证明哦，伊哦做贼生气啦。大爷，唔是安尼啦。恁即嘛是安怎？食饱想用少，食饱想用袂安尼讨笑。干嘛创个？拢家己个呢？干嘛吵吵闹闹起卡动手？真正下心下情闹亏闹到呢？大爷，我先甲你解释一下啦。迄山脚代志哦，根本就唔是我迄做尿白啊。到底是啥尿白啊？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查好清楚。恁拢给我听好清楚，从今以后这件代志不准搁提起，有听无？是。对啊，大爷。啊，拄则你甲客人去饮酒，啊，若这么紧就回来啊？我甲客人去饮酒，刚刚这件代志，毛需要给你报告一下。不是啦，讲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就是讲咩？你即马是毋搁咧探听消息，搁要去做料白啊？你莫搁伫遐晒人啊！我咧讲，我咧晒人啥？你无证据，侮辱我！料白啊！料白啊！你就是料白啊！料白啊！好，拢我趁咧，莫搁讲啊！你要吵，去外口吵。恁爸听啊真烦，莫搁烦我，去去去，看要创拢去去去，紧去做恁的代志，莫搁那么吵吵闹闹。是。是我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以后
咱上午莫搁联络。我，歹势啦，我是要知影讲你讲大个啉烧酒啉了安怎？你啉这醉无？你袂记啦？我是酒店出身的，倒可能安尼啊简单，就啉烧醉。安怎？你若唔讲话，我要挂电话啊！我是要讲声多谢的啦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莫陪阮大个去啉烧酒啊！你想想这样啦，我跟恁大合作做生意，伊跟我斗相共啊哩济，我当然嘛是爱陪伊啉酒，法律无关的。不管是安怎，我是要讲一声，多谢你。随在你啦。对啦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提醒你，你对吴昂大上好莫安尼死掉。而且我跟伊啉酒的时阵。伊对你也是有怀疑，伊要怀疑我，我嘛无法度啦。凯莉，拄则你讲大啉烧酒，应该提起我代志，而且你嘛替我讲话对无？凯莉，你即摆人伫倒位？我想要甲你见面。咱无啥物好讲的。凯莉，我真忝啊，我要挂电话。凯莉，凯莉。我今麦根本就无可能接受你，来跟你做伙，对你嘛只有伤害。我一直苦劝伊爱离开吴江大海，也不过我嘞，我心思嘛应该爱离开老邓呀，无唔对，我应该爱离开啊，也不过伫离开之前。我一定要为你付出代价。哎呦，心肝啊，心肝肝的哈！啊，你这哦，这骨头啊较细腻的哈。等阿妈把涂骹给你磨好的时阵哦，你就会当在涂骹爬啊了哈。回来啊！妈妈回来啊！啊，丽芬，亲家亲妈，哎，你来坐啦，来看你，来来来，阿公阿妈来看你啊！来呀！哎呦，来，我抱着，哎呦，妹妹，哎，妈妈好想你呢，你有想我吗？来，哎呦，拍摄哈，好，我正好整理到一半啦，哈，无整理，哎呀，笑坐哈，你坐啊，我过来看。无啦，啊，你免无用啊啦。应该是你坐才对啦，你是人客啊，啊，我今日你物件放的啦，啊，工课都离婚回来才做就好啊。嘿，无啦，哈，阿东吼，我是吼来交了离婚的啦，哈，等我家哦，看出来哦，娶弟弟这嘛是应该的嘛，哈，来去找阿妈，来，啊，来啦，嘿啊，来，哎，歹势啊，我的甜茶给你啉啦，哈。我来应该的啦。哦，啊，你有哪无伫个哦？哦，啊，伊着吼足无用的咧。哎，即摆吼趁钱哦，真正足辛苦的啦。啊，逐工啊七早八早吼就出门啊咧，啊，拢无用到吼，暗时拢无法度准时转来啦，吼。嘿呀，啊，你这个所在才会啦。连加坐一个人带身躯边都感觉吼安尼下起钱物啊。拍摄哈，拍摄哈，我切嘛，你坐啦，我做阿唔切意思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啊，我坐遮啦，嘿，哎，较好坐啦，大家拢较好坐啦，嘿，哎，是讲吼，啊对吼，大海有要甲阮找一间较大间的厝啦吼，啊离婚哦，讲无爱啦，唔免啦，嘿啊。我是讲哦。诶，搬厝也真麻烦啦。咧厝内咧住了咧，惯习惯习吼，就莫安尼搬来搬去啦。嗯，达你那讲安尼啦，啊，这一间套房尔尔，干那一张眠床，啊是要哪啦，客做伙困啦。
啊，无啦，亲嘛，本来吼是我要睏碰伊啦，啊，就等于阮就足有效的啊，唔甘要哦，我睏碰伊啦，啊，不过我惊讲吼，伊安尼哦，啊，你是爱做代志啊，唔是哦，若睏无好啊，对身体嘛无好嘛吼，啊，所以哦，阮两个人就讲好啊，啊，做伙睏门床啊，啊，弟弟哦，睏在婴儿床啊，太衰啦，嘿嘿。是讲哦，亲嘛，你安尼嘛，想过委屈你啦。 你薄病带迄款啊，透天吼，我大惊大惯势啊，啊，雄雄哦，有走来甲离婚啊，那么的钱吼，我那委屈啦。袂啦，袂啦，亲家啊，你来讲安尼啦哈，我吼会当吼，参我的孙，还有搁我的好媳妇到做伙，我就足快乐的啊，要来可怜有委屈啦哈，对吧哈？我心疼你嘛，干干，妈妈，哎，你来啦，多靠为娘啦。 弟弟，弟弟也来呀！哎，刘娜，哇，迄几工啊无看哦，我看弟弟哦，安尼规个拢抽落来呢，啊，人迄囡仔吼，若抽落来吼，看起拢会较瘦，啊无呢，弟弟顶多煞看起煞哎，较胖皮的，哇，真古锥。是啊，伊安尼无烦无恼，叫阿妈在照顾，当年买较大汉啊，对吧，弟弟？妈妈，阿妈，逐工甲你喂饱饱，对吧？哈。刘娜。 啊！你最近有当时也无闲哟，无哪呢？加班到这晚了都等啊。无啦，不是最近才无闲的。我做主管哦，本来代志都拢较济啊。啊，进前一个人带弟弟，有真济代志拢袂用做，下班都要赶紧去照顾弟弟，去带弟弟。啊，即嘛我妈来斗相共哦，我就用好心加班处理代志，较袂去人讲影话啦。袂啦，哎呦，我来讲啦。 啊，你若较早甲我讲吼，我早就搬来哦，甲你做伙住啊，会当照顾你，照顾弟弟哦，是我的幸福呢，吼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哎，啊对啦，我有哦，阮一点豆汤哦，啊做好食的哈，啊，我来就好啊。免啦，你坐啦吼，陪亲家请嘛开讲啦，哎，亲家请嘛，你要食无吼？嘿，我滚足久的哦，做好食的呢哈，哎，真正不错吃啊，吃吃看呐哈，哎，你坐啦，你开讲哈，我来坐啊哈。弟弟，妈，安娜，妈呀，你啦，阮大家哦，真正甲我做三工足济呢。 拢是新妇，在厝后打家，啊，阮大家来遮替我顾厝内，啊，搁替我照顾弟弟，替我传三顿，伊甲阮款待较好势好势，顶多是我较歹势呢。我无安怎呢？算起来哦，原来算是大啦，啊你安尼哦。做伊的新妇，啊，搁我大家安尼遐尼忝，安尼咁好。我冇叫伊莫遐尼辛苦啦，含哥。 又特别替建宏赎罪，甲厝内面所有代志哦，拢捡起来做。我着想讲，若是无爱予伊做，无得开心来加艰苦的，所以我着又早起啊。唉，生啊迄款囝哦，也是有影可怜啊。啊，若到尾知影呢哦，当初时哦，都不如卖生啦。啊，到到生着话，着有生当做无不安。甲即马，你甲看卖啊，因咱的辛苦一世人，甲即马还阁着爱替建宏伊赎罪。 认真讲起来吼，恁大家哦也是算歹命啦，可怜啦。讲起来有影啦，啊恁大家安尼哦，实在我咱是难得啦。不过吼，算起来吼，你算四岁吼，也唔管讲你甲建宏安怎样啦，咱吼也莫讲安尼失去做新妇的这本分啊。我知影，哎，就是啊，咱离婚前捌代志啦，你免甲交代这啦，伊家己知啦。 啊！你有啥打算啊？你敢唔通真想要安生要怎拖恁大家安尼过一世人哦？这我嘛唔知呢。讲啊，这建龙哦，是有够无良心的。我看伊若是无摕到迄张离婚协议书哦，伊是无遐简单办哩煞。离婚是早办的代志啦，我无赶紧要处理，我是惊讲迄离签落去哦，阮大家伊就无离场，搁住伫个家。 好家己的后生，我个甲连厝拢外地搬搬出来，啊，若是讲连遮嘛住袂落，我真正毋知伊去倒位啊。为啥安尼讲无毋对啦？啊，毋过你甲考虑赚的迄份薪水，够够你三个人生活许啦。你想看卖咧，弟弟即马才拄仔咧学行路尔，即马当爱开钱呢。
你放心啦。阮大家哦去菜市啊，啊，搁替弟弟去买牛奶粉啊，买尿珠啊，伊拢无甲我伸手咧。我即摆也是咧烦恼伊的未来啦。就算讲离婚了后，我愿意照顾伊一世人，啊，毋过无后生伫咧边啊，伊实在足可怜的。其实安尼比起来，阮大家哦，伊比我较歹命。我哪好意思搁伫伊面头前讲离婚的代志啊？绿豆汤来了。对啦，哎呀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哎，你等足久的吼，啊，我惊讲啊无够凉哦，我落一挂迄冰甲花啦哈，啊，恁食看卖。来啦，请嘛，请嘛，来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我来多多谢。你问来来来，妈多谢。请嘛，啊，你无说，啊，你家己开一碗哈。哦，我吼，我食几样碗落啊呢？我就哪煮哪食啦哈，啊一下惊讲吼，诶无够甜啊，我就放糖啊，啊结果啊一下我惊到收甜，我加水啦，所以哦食足济啦哈，啊恁尽量食，后壁阁有呢哈，诶，亲家亲妈，有好食无？嗯嗯，哦，这个呢香香头一水啉了吼，心凉鼻头肥。哎呦，有影无啦？哎呦，丽芬阿奶，我就会当啊，伫咧楼卡摆死摊来卖啊了。哎呀，哎，是讲哦，亲家亲妈，歹势哈，到我迄个死囡仔婆哦，真正不好做咧，到即摆阁毋知影悔改哦，只好好丽芬受足济委屈。妈，好啦好啦，你也吼，卖过一点体力安尼哦，会失力啦。敢做伊就敢担当啦，家己做吼，伊就要负责责任啦。阮哦做许大人吼，袂去怪人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嘛是感觉足歹势啊。这囝吼是我袂晓教啦，我先歹去的啊，才会变安尼。我即摆吼过来调查离婚哦，真正我对离婚嘛足歹势。袂啦袂啦，亲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啊，我安怎讲吼？啊，弟弟是家己的孙嘛，对不吼？啊，若是互你娶，总是较赢互外面迄保姆娶，你较贤顾啦，吼，对不？是啊，妈，你着安心啊，住落来。我甲弟弟拢足需要你的哦。啊，若是讲离婚的代志，着看见我安怎讲，再来拍算。来，慢者来。对。你找我，叫跋倒去收钱啦。结果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啦，真我了然呢。对，嗯，啊我去收。你敢有法度？聪哥，不是我含慢啦，这条钱哦，确实真歹讨嘞。林聪啊，这条小欠的是东港的所用的，这个人捌听过吗？啊有啦，我听过。听讲这人在地形上吼，站较会地动。无唔对，虽然讲即摆已经过了时衰老代啊，还不过叫小王那真好。你讲我多，把这条小退回来。对，你一句话，我能做到干嘛？水。林小王，你是对我失忠，就看来这赌啊，啊？是。等了机会了，能收你这个唔正囝，等一下就好好啊驾驶。是，行。大，斩草爱除根，我看叔叔来认唔正囝，好见真济。我听讲哦，迄个欠债出手真凶嘞。那个李明昌哦，老高胖来，那是咱真好的机会哦。我到头吃，全袂到算上。好，等一下照你的意思，等明昌来，直接送伊一辆车。
大。去找恁爸泡茶啊！恁爸有甲我托梦咧，讲伊作想你啊，叫我送你去泡茶。世人你犯上大的错误咧，就是跟我作对。谁敢打我卢干王的人啊？好了，你该带一带啊！啊，要走啊！要走啊！你这个假宝地唔正经，你想要选哦？想要选你弄了七阿空，门都没有了。弄什么空啦？你讲啥我拢听无？听无？恁爸讲你背骨啦？